新皮肤流音漫舞对比奇遇舞章，暂定限定对比史诗皮，看看谁特效更好看吧，路障画面都很好看，绝对待机都没有，外形嬉皮嬉皮。奇遇有点像城堡里的公主，蓝色的大翅膀很美，而流音则像是学校里的校花，外形都非常不错。回帧特效没有，移动来看看，移动都差不多。普攻特效对比，流音释放橘色特效，过程中有一些落叶，密度目标也会出现一些。奇遇释放几种颜色的特效，过程中有很多气泡爱心。普攻特效上来讲，流音是不如奇遇的。一技能对比，流音释放光圈，接着飞出一些落叶，城市光芒围绕着闪耀。奇遇释放出现城堡，仔细看周围还有个人在跑，哇，这个细节太好了。同时释放来看看，一技能奇遇刚好六十开吧，主要流音也只是勇者皮肤，比不过其实也很正常。二技能对比，流音旋转一圈会出现橙色光芒，奇遇出现蓝粉色特效，同时释放来看看。二技能都差不多，差距不大。需要大招对比了，流音释放大招身后有个大翅膀，所有特效都是黄橙色，压迫感很强。奇遇有个透明翅膀，特效五颜六色的很好看，同时释放来看看。大招明显奇遇更好看，六四开吧。就两款皮肤对比好了，奇遇更好，但流音只是一级战力，比不过也很正常。